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郭美美因为涉嫌赌博罪被北京警方依法刑拘。为了查清案情，北京警方联手广东、湖南等地警方成立专案组，开展侦查工作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赌博、炫富、夜场演出，一个个环绕在郭美美身上的谜团被彻底揭开。今年世界杯期间，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专门在境外赌博网站开户下注、组织赌球的犯罪团伙，并由此追查出其中一名嫌疑人就是郭美美。这段时间赌了足球那个世界杯买的，在网上下注的。警方的进一步侦查显示，郭美美嗜赌成性，2010年起先后60多次往返澳门、香港及周边国家进行赌博。2013年初，郭美美开始自己开设赌局，每场赌资金额都在几十万到上百万元。郭美美通过抽水非法牟利数十万元。